北溪社区发展协会为了唤起青年的社区营造意识，培育青年在地前景，举办青年创业辅导工作营，望透过认识、讨论、体验等活动，上个同时嘛累积实务经验，参加学员嘛望将所学带回家乡，为家乡带来新的能量甲发展。的成功循件是在我的经验累积，慢慢去累积的。为着将社区营造推广到青年生活，北溪社区发展协会特别来办理为期三天的青年创业辅导工作坊，总共有十五名十八岁以上的青年参加，期待会当在活动中学习到地方创新，将所学的带回去家乡来。本身是包中人，泰安社区，把北溪这个地方的社造，然后带回去我自己的家乡。我其实对食物派的东西算是一无所知，所以我想要借由这个机会，除了学习他们一些在地的文化知识以外，我还想要就是学习如何把食物派的优点应用到理论派里面。这次活动是以实作为主，透过众人做伙讨论，到社区中进行农事体验，了解当地农产品如何种植和料理，希望将三天所学带到生活当中，让更加多人知影。那我们以这次的主题来说，是比以往改进的蛮多的地方，就是以实作方式，很多方式就是以讨论方式，不会说以之前就以三个方式直接去做，我们也直接带到邻近的社区直接去实作，包含一些我们各地的实地的食材怎么去浇法，怎么去煮食，然后最主要这次活动是希望学员可以学习到更多的，然后再来说学以致用，然后把这三天的学习课程，然后怎样去导入到他们日常生活中里面去，然后学习到更多东西，传递给更多的人。管护嘛表示，希望透过这摆活动，会当让青年看到家乡的水，对社区营造有兴趣，进一步留在家乡，共同为家乡的发展努力。我们希望透过这个青年的工作创作营呢，让这一些青年人体验之后，可以对社区营造有兴趣。那未来在社区营造有更多的这些年轻的心血可以加入，那甚至呢这些年轻人可以愿意留在就是云林留在自己的家乡。来共同打造这次活动，相信对学员来讲是一个相当好的学习机会，不但更加实在当地，也来培养出对家乡营造的兴趣。记者谢依心采访报道。